听说这个杨振邦最近抓共产党很积极呀、啊。在他手里已经杀死了好几个共产党要犯。要让他知道南开大学里隐藏着共产党。啊，明白。哎，来，这次我从上海参加远东运动会回来，特意到东北转了转，这才发现整个辽南和东北简直就成了日本人横行无忌的天下了。鞍山的钢铁、抚顺的煤都被日本人给控制了，重要的铁路路段也都由日本军队来把守。一入东北如入敌国呀、啊、过去我讲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现在我要讲不到东北就不知道中国之险呐、啊。日本人企图吞并我们的东北，那是久蓄奇谋。可是国人对于东北的了解却几近空白啊。他们从明治维新那个时代起就以开拓疆土，最终席卷五洲作为他们的立国信条啊。他们还将称霸世界作为他们的基本国策。他们使用了从甲午战争中掠夺我们的2.5亿白银作为启动资金，实现了日本的工业化。他们还投资教育，培养工业化所需要的人才。所以啊，他们的羽翼更丰满，这野心更膨胀。这就是我急着赶回来的主要原因。我提议立刻成立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利用假期的机会让师生到东北实地调查，以亲知亲见的第一手资料唤醒国人和政府当局，不要再热衷打内战了。中国人赶快拧成一股绳，挽救危机四伏的中华民族吧。我建议东北研究会的设立要像2年前天津研究会设立一样，要有一个固定的会址、经费和常设的调研机构。嗯，大伙的建议很好。这次我在沈阳见到了张学良，张少帅，他对我们南开大学成立东北研究会的想法很支持，答应做我们的顾问，还捐了500大洋来。哎呀，太好了，太好了，500大洋。校长，我也请求参加这样的活动。我知道，一个日本国民参加这样的活动，很不适宜。可是我在南开工作了这么多年，对中国可以说有了深刻的了解。不说别的，单从张校长的身上我就体会到了，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内战不断，但是没有谁可以从意志上彻底征服中国。中国地层深处蕴集着一股强大的内应力，谁要是欺负了中国，掠夺了中国，他就早晚要面对一个足以让自己陷入灭顶之灾的对手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群日本野心家把我的祖国和人民一步步地引向战争和毁灭。我现在就是想和你们一起尽自己的力量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我们欢迎千道老师参加东北研究会的工作。快，快跟上，快！
只要经费有保障，那绝对没问题。于建帆，你们赶快起草章程，定出计划来，尽可能多的要把在校的东北籍学生吸收进来。我们要以这次东北调查为契机，深入拓展我们南开土货化的方针。校长，校长，子乔怎么了？校长，刚才有人报信说范文兰是共产党，现在杨振邦已经派人抓他，警察到门口啊。共产党到下面了，校长，怎么办？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啊，四平，你跟我来。哎。停！你们几个进去，其他人跟我来。我去应付警察，你赶快通知范先生。张校长，我们是来搜查共产党要犯的。他的新诗《女神》《凤凰涅槃》，不仅在创作形式上大胆打破了传统诗词格律的束缚，而且抒发了诗人宏远抱负和浪漫情怀，并且还表现了诗人以熊熊的生命之火去燃烧整个黑暗旧世界的勇气。是你呀，张校长，没想到我会用这种方式返校吧。这南开的校友名册上好像没你的名字吧，你这个反字是因何而来啊？我没时间听你耍嘴皮子，快把人交出来吧。谁呀？什么人？范文兰。哦，范文兰，有这个人。哎，有这个人，他是本校经史国文教授。嗯，快说他在哪儿。你先跟我说他怎么了。他是共产党，是上面严令缉捕的要犯。共产党还要犯啊？哼，不可能吧。眼下报纸上说共产党是青面獠牙，这范文兰可是个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啊。张伯苓，你别啰嗦了，快说他在哪儿。他呀，前两天就回南方探亲去了。张校长，我们杨督办可是说了，包庇共产党要犯就得蹲大狱吃枪子儿啊。哦，这罪名可大了啊，谁敢呢？可他确实走了。张校长，抓不着范文兰，我也没法回去交差，您说我能完吗？啊？哎，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啊？哎，要是为难的话，干脆把我带回去得了。反正我跟你们杨大人又不是打了一两回交道了，啊！好，好，给我搜。潇潇雨，淡淡风，雨润春日晓，风迎夏黎明。对不起啊，对不起大家啊，讲课先暂停一下，停一下。范教授家出了点急事，必须要马上回去一趟。啊，走，怎么回事？我家里能有什么事？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哎呀，不行啊，我正在上诗词课，你必须讲清楚了我才能走啊。教授，走。诸位同学，都不要动啊，都不要动。下面的课由沈燕琴老师接着往下讲，啊！哎，哎哎，快走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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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各位了啊！不要忘了，理完家事再来续讲。哎，您快回去，快走吧，教授。同学们，大家安静，我们不要受到影响。现在接着上课，把书翻到刚才那一页。哎，
你们坐下。怎么回事？这是干什么呀？他们没有，走。我们在上课，找什么？就是啊，警察同志，这怎么会这样？怎么这么在？好了，同学们，同学们，大家安静下来啊，我们接着读课本。真是。潇潇雨，淡淡风。混账！没抓着人啊？张伯苓说他回老家了。放屁！刚才有人看见他跑进了英租界，你们真是一群废物，愣是让人从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溜掉了啊！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姑父，您先坐下，消消气儿。这事儿不能全怪弟兄们，完全是张伯苓故意包庇，范文兰才得以逃脱。这个张伯苓呐，张伯苓，处处跟我作对。姑父，这回您跟他可不是个人恩怨，眼下正值清共时期，包庇共产党可是死罪，抓一个就可以杀一个。张伯苓。啊！哎，这个张伯苓啊，是国内外都闻名，连政务院呢都挂上一号，杀他，没那么简单。姑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您对他手软，他可是从来不给您面子。前些日子南开剧院公演的那个话剧，可是轰动了金门呢。您知道这剧叫什么名字？什么名儿啊？国民公敌。国民公敌？谁是国民公敌啊？啊！一听这名儿就知道是共产党的事儿。您前些日子可是杀了不少共产党，这戏骂谁？这不明摆着吗？真有这事儿？我还能骗您老人家？您看，这就是剧团的海报。付全，啊，去带人把这位张大校长，哼，给我请到这儿来。可是孩子们怎么办？汤姆斯，凯德里，你这人真古怪，你愿意孩子们在咱们目前这种社会里长大吗？难道昨天晚上你没有亲眼看见那些人一半是疯子，剩下的一半根本就是畜生，他们没有理智可以丧失？可是汤姆斯，你对他们说的话也太过火了。张校长，什么？有人找你？我对他们说的难道不是真理吗？难道不是他们自己颠三倒四，分不清黑白是非吗？您别生气。哼，你看他，别管他。又是你，张校长。杨督办有请。杨督办怎么好么样的想起我来了？哼，不仅想，而且还想得紧呢。我在看戏。哎呦，我听说今天来看戏的有不少京津名人，您不想搅了他们看戏的雅兴吧？小五子，哎，你告诉石主任，我到省督署去了。是，走。张校长，这包庇共产党，那可是罪不可赦呀。督办大人，我张伯苓有没有罪？不是谁一句话就能定的，您拿出证据来。那范文兰明明是共产党，可你今天为什么让他跑了？你这个明明说的就不恰当。范文兰脸上又没写着共产党，我怎么知道他是你们要抓的人呢？你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告辞了。
站住！放开我！去啊，彭春！现在不放开我！彭春，让我去！你不能，也不要冲动！彭春，你听我说，你们干什么？难道就没王法了？不行，不能去，你就是不能去，你不能去！听我说，咱们想办法把张小张给救出来。对，你们听我说，咱们就这样。对，你们两个去打电话给张少帅，现在就去。这是个好办法，这是个好办法呀！啊，你们去打电话，我们两个去省督办公署打听打听。哎，对对对，这样也好，好，快，要冷静啊！我和我冷静啊，注意安全啊，对吧？注意安全。好，快走走，快。你给我说清楚，你们南开为什么要辱骂本督办是国民公敌？这哪跟哪儿嘛？这国民公敌是外国戏，跟您不沾边儿。你别蒙我，你这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这国民公敌四个字，明明是冲着本督办来的。哎呀，这国民公敌是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的名著。他说的是一个耿直万人嫌的医生，替老百姓打抱不平，结果就得罪了财主跟官僚，他们就跟报社的头头勾结在一块儿，在报上给那个医生扣上了国民公敌的帽子。您别嫌我嘴冷啊，这帽子您戴不合适。任凭你铁嘴钢牙，我这里是官法如山。张伯林，你跟我较劲儿作对，可不是一年两年了。今天咱们就来个彻底了断。督办大人，我张伯苓也当过兵，不但开过枪，我还打过炮。您这玩意儿吓不了谁。吓唬不了谁？今天我让你见见真招。来人！怎么，想挟先报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你别跟我拽文，信不信？我今天说崩了你，就崩了你。喂，给我接北京，通了吗？给我接北京啊，通了吗？杨大刀，你今天杀了我张伯苓，我看你怎么收这个场。好，今天我也跟你实话实说，现在杀你正是时候。孙中山的北伐军已经打到了黄河边，孙传芳孙大帅命我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后方，那江振桓、李继达等共产党都让我给杀了。哼，杀你张伯苓又能怎么样？好啊，姓杨的，掏出枪来，从这儿打！我张伯苓要是眨眨眼，就不是南开的校长。哎，站住！站住！我们进去干什么？啊，找张校长干嘛？张乡长，张伯苓现在不在，知道吗？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有急事？不会，进去！没有急事？有什么急事？有急事不让进？走，赶紧走，走！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喂，啊，我是杨振邦。杨督办，我是张学良。你别胡扯了，我就是张学良。少帅，我听说我老师在你那儿。老师？就是南开校长张伯苓。是在我这儿，我们正在聊天呢。你让他接电话。是。张校长，
张校长，少帅要跟您说话。哼，我张伯苓啊。伯苓师，怎么大半夜跑到督办署去了？不是我要来，是杨督办派人找我来问话来了。问话？问什么话？他是我包庇共产党啊。他放屁。他说你放屁。误会，这完全是误会。伯苓师，您收到我的电报了吗？还没有啊。您来沈阳之前可一定要给我个信儿，我好安排接您。哎，原打算是后天走啊，现在这不出了点麻烦吗？您快来吧，我想您呢。不知道人家杨督办能不能放人呢，要不然你跟他说说。不，我马上派车亲自送您，送您回去。少帅啊，还是你的面子大。好吧，咱们沈阳见。哎呀，伯苓师，探听啊！伯苓师，伯苓师！哎呀，中国国有我在，中国国有我在，中国国有我在。伯苓师，学生不才，暂时还未能驱逐敌寇，但您的话，学生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伯苓师，请。请。诸位，请。知道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已亲率由六位知名教授和多名学生组成的东北调查团，出关直奔满洲了。都是些什么人？教授中有两名是从我日本经营大学毕业的硕士，其余的都是留美博士。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梅金军一定还记得。我还听说张学良自称是张伯苓的学生。这一次张伯苓去满洲，吃住行以及安全保卫都是张学良安排的，而且他还亲自担任了考察团的顾问。这一点梅金军，你的情报部门没有告诉你吗？多田军，张伯苓带到满洲去的都是南开大学的知识精英。你想，一群秀才和一支军队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中国还有一句话，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但他们会比一支单纯的军队更危险，他们会用文化以及经济的手段为武器，同我们作战。罗天君，你明白吗？你仔细看看，你的劫财够不够？难道没有净活吗？罗天君，这叫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伯苓师，您这次带了这么多大教授来，怎么着也得给我留下些有关东北建设的意见再走啊。
关于东北的建设，首先我建议啊，针对日本对东北无孔不入的日本化，要发展我们的教育，让我们民族文化之根永不泯灭。第二条，就是加快铁路路线建设。第三呢，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加快关内向东北移民。眼下，这是制胜日本图谋的关键。吴律师，请。啊，好，汉卿一定尽力去办。吴律师，这提起发展教育，汉卿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啊。汉卿啊，什么请不请的啊？只要我能做到的，你尽管提。有您这句话，我可就要提要求了。提吧。是这样，我现在正在整顿东北大学，所以这第一条要求就是聘请恩师您担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东北大学顾问。嗯。第二条嘛，就是聘请您现在的助手向怀恩先生协助我主持东北大学的工作。我。第三，借用您南开的管理专家伍思平先生一至两年，帮我整理东北大学的后勤事务。哈，汉卿，你这一条、两条、三条，头头是道，你早就想好了吧？您同意了？校长，东北有那么多得力的教授，我又这么年轻，这怎么可以？哎，怀恩兄弟啊，你可是咱东北人呐，难道不想回家乡服务？想啊，真是太想了。就怕担不起这份担子。嗨，你那篇轮回教育的文章把天捅了个大窟窿，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啊？怀恩，既然少帅要重用你，就一定有重用你的道理啊。要说年轻，那汉卿比你还小一岁呢，不这样只会千军万马吗？年轻人敢想敢干，何尝不是优势啊？好，好，只要你敢想，咱哥俩就吊起膀子干了啊。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亭亭玉立。沈老先生，您找我？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来书院听课了吧？这阵子我家里有事儿。听说你当了警察了？是，是，我想做点正事儿。不是做坏事吧？哪能啊？先生平日谆谆教导学生修身正己、敦品养德嘛。你可以离开书院了。从今日起，汪福全的名牌从书院取消。是。你好自为之吧。沈先生，他是不是说我被书院开除了？快走吧，以后就别再来了。开除我？他不要我，我还早就不想上他的课了呢。他的课比南开的课还难懂。哼，咱们走着瞧。哎呀，带这么多书多沉呐。啊，有人敲门，我去开个门啊。嗯。哦，是您呀，范孙公。慢走。
峰啊！哎呀，范总管，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你让他们来找我吗？听说呀，你要去做环球考察，是去筹款吗？啊哈，这不怪志毅，是我自己瞎打听到的。我是怕您老人家惦记，所以才不让大家告诉您。怎么说？南开的财政亏空已经很严重了吗？车到山前必有路，范松公您就放心吧，我们能渡过难关。我知道你很难呢。哎，这就是坚持理想的代价。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绝不开学店，绝不卖文凭。可是教学质量提高了，想增加学费啊，也不成啊。来，因为我们没有权利拒绝那些平民子弟接受教育。你坚持的对呀，志毅。这是我给海外的朋友写的几封信。你都带着，也许我这张老脸还能卖几个钱。范松公，你为南开操了一辈子心了，这些年……哎呀，不说了，我999个头都磕了，还在乎这一哆嗦吗？哎呀，只可惜。这回我不能和你一起走了。范松公，不说了，咱们走。再坐一会儿吧。啊，对不起，柏林师，父亲还要赶着回去按时吃药呢。你忙吧。慢点儿。你打算何时动身呢？月底。那我就不送你了。不用。这块怀表跟了我一辈子了，你把它带上啊。好，它可以提醒我早点回来。柏林公，此一去波涛万里，其中的酸楚艰辛恐怕远超我们10年前的千里化缘之行啊。我人虽然不能同行，却是心向往之啊。就让此物带我远行吧。范孙公，你也要多保重啊。等我考察回来，还像当年我去美国进修的时候那样，把此行的心得详细的向您报告。哎，好，好。柏林师，再见。
乡长，乡长，哎，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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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回，乡长好。你哎呀，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少帅派我来英国学习银行管理，等我学成以后啊，回去替他打理沈阳的银行事务呢。哎呀，好好好，想死我了，校长。来来，坐这儿吧。哎，没看人还那么高兴啊。校长，你怎么偏心眼啊？就是，就是他。偏什么呀？偏你们呢。哎，刚才咱们不都亲热过了吗？就是。校长，你还知道我的名字吗？你叫刘海潮。对。怎么不知道？一上体育课就发怵。你我不认识你啊。对对对对。你是张小曼，上学的时候留着个齐耳的短发。啊，真好。是不是啊？就是。来。哎，朱志全，乡长好。你父亲在银行里做事，我跟他父亲还打过交道呢。您记忆力真好。是啊，是啊。林少明，哎，是我，最怕考英语了。就是没错呀，记忆力真好。哎，那个还打小抄了。哎呀，吴天浩，你来了快一年了吧？有。你们家那个90多岁的老太爷身体可好啊？他还好。校长，天津来的急电。校长。哎，你可胖了啊！别说我。柏林校长，盐贩孙公于民国18年春3月25日逝世，生前遗嘱，丧事从简，不收葬礼，于是在半路中。站在你墓前，微风轻拂我面，心中多少往事，不禁一一浮现。那时携手。将梦想实现，路上多少艰险，未曾感到疲倦。为何在这一天，你竟合上了双？站在你墓前，微风轻拂我面，心中多少往事，不禁一一浮现，记载岁月。分离。
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的？叫雷雨。雷雨。校长，中国不亡，有我在。中国不亡。